谢谢。可以让我们出美歌剧团的三位艺生啊，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挑大梁演主角啊。首先是我们的实习生夏月龙，再来是咱的三花林书信。教师就是我们的郭春美老师，还有助理教师柳琪桦。然后教我们熟悉撒灰的老师呢，是罗文君老师。舞场教师就是王佩珊老师。音乐设计教师就是周黄翔老师。谢我们这出戏的编剧老师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这一出戏。就是我们的英儒老师，再来是我们的表演指导王雨林老师，文场领导柯明峰老师。我要特别感谢柯明峰老师。因为进场之后呢，所有的音乐都是他帮我把全部都整理好，所以我要对他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再来，我要再特别感谢一个人，就是郭平轩老师。我一直认为说，就算今天我没有演出，但是我也一边在学习。那这出戏的音乐其实是我想到，然后我唱。然后请平轩老师依我唱，我就这样唱，他就给我翻出谱来，这样把大家弄起来，所以其实也蛮有趣的，然后可以学习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要特别特别的谢谢柯老师、郭平轩老师，还有周王翔老师。最后要感谢的是我们习艺生的协力团的徐雅香老师，今天来到现场。好，老师呢经常来下访视，然后给我们艺生很多的建议以及协助，然后雅香老师他人非常非常的好，只要我们有什么需求呢，他会依照我们很像是客制化一样，然后帮我们处理啊，让这一切可以顺利圆满。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看我们演戏。艺生们可能没有十全十美，但是满等歌劳马爱为白内收气。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